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火星小江。这一期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运动鞋，这款鞋子呢是一个新款的哦，然后我就迫不及待买回来给大家测评看一下。这款鞋子呢是非常适合早春穿或者夏天穿也是可以的，因为它是这个网眼的一个材质，透气性就是比较好。它拼接的这部分呢都是一个真皮材质的啊，一个牛皮的。底部呢就是一个橡胶底啊，我觉得这个绿色好像果冻色，挺好看的。啊，春天带点绿还是挺好的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整体的一个细节和做工。大家离近点看看啊，细节和做工都是可以的，大家肯定没想到这个只是花了100多块钱买的，性价比是非常高的。收到实物啊，整体是非常满意的。现在我们来把它试上脚，看看效果到底怎么样。今天我搭配的是一个绿色的上衣，刚好配了一个这种五分裤，配这个鞋子刚好是一绝啊。看看这个鞋子吧，这款鞋子呢我走了几步呢，它是非常轻便舒适的，然后这个也非常适合咱们跑步的时候来穿也是可以的啊。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鞋子的一个效果，我觉得这个版型也太好看了吧，而且这个绿色我觉得就是很有春天的一个气息哦。这侧面的设计我觉得也很好看啊，很有纹理感。它侧面这是都是网眼拼接的，然后穿上脚呢也透气性也是非常强的啊，也不会闷脚。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穿上脚的一个真实效果啊。整体来说我还是相对满意的，因为这个价位买到的这款鞋子我觉得是超值，这也算是我买到的一个宝藏款春天穿的一个鞋子了。然后咱们也可以后期配运动裤啊、牛仔裤啊或者短裙啊，都是可以去做穿搭的啊，非常百搭的。这个鞋跟的高度我觉得也是刚刚好，小个子和高个子都是可以去入手的啊。春天一定要买一双这种鞋子啊，真的很好做搭配，然后平时的话不管是上班族还是学生党都是可以去入手的，属于那种耐看型，我怎么看都看不腻，这一款鞋子版型也太好了。好了，那这期鞋子的话呢就分享到这了，如果有喜欢小脚视频的记得关注哦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